早安，现在是早上8点，然后我现在要先去 DN，就是一家药妆店，采买一下大家托我买的东西，然后还要带回去给大家的伴手礼。那 DN 在我饭店旁边就有一家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出发。出发！我刚刚已经在 DM 买完我的东西了。然后，首先因为我前几天不是有一堂课被退货没有上到吗？所以我现在在那边教室就还有一堂课没有上完，所以我们早上先去把那堂课上了吧。其中的差不多难，但是不过还好，同学没有都是舞者，不然真的会吓死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觅食吧，我们要去谷物市集。有件事我必须要说一下，慕尼黑好多狗狗，好多狗狗，好可爱，好多狗狗，然后又素食天堂，我是不是该搬来这里算了？真那个慕尼黑长期饭票。排了半个小时的咖啡，在我后面的就是他们的国家剧院，然后也是巴伐利亚芭蕾舞团的老本营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，Go。
我刚从他们的国家剧院出来，那我这次是有报名参加他们的一个 guide tour。那这跟演出一样，也是需要事先买门票的。其实现在很多剧院都有出这种就是导览的 tour， 有机会的话真的也蛮建议大家进去看一看的。然后因为外面下雨了，所以我现在在 Lush， 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他们品牌主打的就是他们是全素的嘛。那这间 Lush 刚好它是有附设一个咖啡的，也是一个全素的咖啡，就是有很多甜点啊、蛋糕啊、跟咖啡饮料什么，全部都是全素的。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喝杯咖啡，顺便休息一下，等雨停。下了雨之后就变得好冷哦。然后晚一点再去走走看看吧。雨一直都没有停，看来今天晚上应该也不会停了，所以我们把原本要逛街买东西的计划改成去上芭蕾课。虽然早上已经上一堂课了，但是刚好前几天原本要去上的 dance station 不是那时候停课吗？那他们今天晚上刚好有一堂 level 2的课，所以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，我们就来去上上看吧。老师，今天的老师是现在国家剧院现任的舞者，然后好像也是前任那个 Bolshoi 的舞者吧。这间教室真的看我还不推爆 Dance Station， 大家各位拜托一定要来这里上课。他们有很多老师都是国家剧院现任或是已经退休的舞者，然后上课的环境也很好，教室也很大间。整体来说我非常喜欢刚这堂课，而且老师又高又帅，上课又上得很好，太棒了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。
也是一家全素的餐厅兼酒吧，然后因为有的酒其实不是素食的，就是它的制作过程或是过滤的过程可能有用到一些动物的原料，就像这家餐厅的话，他们家的酒就全部都是素食的，所以就算是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安心的喝起来。我们吃素的酒鬼也是很多的，好不好？早安，现在才早上6:30，我又不小心自然醒了。今天早餐吃这个烤鸡三明治，跟这一碗超难喝的番茄汤。雨终于停了，然后昨天晚上好像有下一点点的雪，所以现在好冷，超级冷。然后我现在在中央车站往西边过来一点的一个小区，这边有一家舞蹈教室 Performing Arts， 我们去上上看他早上的芭蕾 Level 2到 Level 3的课。 Go go， 这边看得出来我这边有一块淤青吗？我昨天下把杆的时候，脸去撞到把杆的脚。这个教室也太美了吧！而且老师超早就在这边备课了。数一数二难的课程，大家如果要来这一间 Performing Arts 上课的话，尽量选择 Level 2以下的课程。当然你如果想要来挑战一下视野没有关系，可是至少我刚上的这堂课老师是完全没有任何英文的，全德文上课。老师今天唯二对我讲的两句英文就是刚刚那次不错哦，跟你左边比较好，其他都是德文，所以其实跟的有一点点辛苦。不过这间教室有一个让我还蛮喜欢的地方，就是它上课的氛围。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教室上一些专业等级的课程，其实他们上课都蛮严肃的，然后你如果跟不上的话，有时候就会觉得压力有点大。可是这边上课就让你完全不会有那样的感觉，同学们都很友善啊，然后也就是会鼓励你一起跟上去这样子。甚至我第一次来他们就把我推到第一排去，所以其实整体上下来觉得还蛮喜欢的，上得很开心，然后教室也很漂亮，蛮推荐的 Performing Arts。 那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吧。一家全素的餐酒馆，实在太咸了，叫了一杯啤酒。终于出太阳了，虽然我还是好冷哦。
现在出太阳了，我们赶快去把昨天旧城区没有逛到的景点逛了吧。礼拜六的市中心就跟廉价的九份老街一样，我刚在路上想要找一杯可以坐下来的咖啡厅，一家都没有，全部都客满满满的，所以我们先搭车回我饭店附近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，然后晚点再看看要干嘛吧。哦不，下雪了。我刚才回饭店稍微睡了一下午觉，一觉醒来就发现外面已经下雪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去吃晚餐了。它主要是主打是卖寿司，可是它也有一些改良后的日本料理。